大家好，我叫李柱念，我是一名民主大使，我是维多利亚州选举委员会 VEC 的工作人员，我负责指导我们选区成员如何在维州的选举中进行选民登记和投票。11月份我们将进行维多利亚州选举，只有欧洲公民才能在选举中投票。如果你已经登记投票，那么你必须投票。谁可以在州选举中登记投票？所有年满18岁的欧洲公民都可以登记投票。还没有登记的话，请及时登记。如果你已经登记了，但在最近改了名字或住址，还没有更新信息的话，请及时更新。请务必在2022年11月8日星期二晚8点前通过 VEC 进行登记或更新信息，可以通过在线或填置纸表格的形式进行登记。网站上也有20种语言的登记表格。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或者需要帮助，请拨打口译服务热线9209-0106，或访问网站 vec.vic.gov.au 点选口译员表示。